第九届乌克兰国际发明展今天凌晨从乌克兰传回了捷报，台湾代表团今年呢一共拿下了69金52银20铜的好成绩，而且呢在15项大会特别奖中获得了3项。画面中看到的呢是大人科大团队设计出的环保便当盒，而另一名金牌奖得主之一呢则是来自这个乌克兰的外籍生黄丽亚，她和中华大学团队共同设计的无肩带内衣获得评审一致好评，而这次台湾代表团出国比赛拿下非常好的成绩。